Hello， 大家好，我钟姐，今天我们出来巡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彰化市，彰化市区这边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停在一个便利商店，然后它周边其实蛮多间的，好像它光便利商店旁边就有一间。然后那一间，电炉电跟台信的名字是对等的，一样。它写铁爪，啊，里面真的就全部铁爪。那我们这次呢，找到这一间，这间的店名非常的霸气，叫做怕出就不要做。对，真的蛮屌的。我们好像在我们有看过什么低保夹的啊，还有其他的店名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店名超屌，怕出就不要做，蛮厉害的，蛮厉害的。那我们来这场稍微寻一下，看是不是台信跟店名是对等的。但是我刚好稍微试了10块钱这一台，它的甩幅是真的非常不错，它的甩幅很大，而且重点它里面还有一个 A 扫，它保夹才1480，现在雷保340，所以我打之前是330，所以我就算我吃到饱，保它1100也 OK。你看它的甩幅顺不顺？超顺的啊！那我先来逆一下这里的，而且它下去又是我蛮喜欢的那种慢。它脚套好大。对啊，所以我就唯独这一点啊，它脚套是真的有点胖啊。它空出一个位了，非常可以拉出来。抓到，但是那个宽的那一盒是重的啊，可是它在这个点呢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那个拍数刚好，是不是？完美抓到啊！再一次，啊！不要回去喽，来喽，嘿，啊！哦，哎呦！不会了，还好这一只艾斯真给力。二手 OK， 来，那我先前面的关头，这一个我这个先没有，我先把这个稍微动一下，后旁放，还有后旁还有微放呢，没想到 A 闪会这么顺的就拖出来。OK， 来，能拖一下给它吸过来吗？来试试看。那怎么自己下来了？对啊，我还没推啊。人家还夹宽盒。好吧，那就宽盒来吧。极致宝、虽然它的爪套有点胖。蛮极致的。宽。它怎么没起来？很薄哎呀，很薄宽。回来了。来。哇，我觉得它拼窄边好像不太行哎，它可能要拼宽哦。吃个窄，你看窄不太行。窄，好奇怪哦，它窄感觉又会动。来，吃下去一点点，来起来。直接拖起来。对啊，它怎么飞来这里？要下去了。这个宽盒在玩呢，这样就吧，来救他一下，救你呀，救，救你呀，救，小布，你呀。OK 啦，有出货也好了，没关系，就这样，感觉其实是重要，微中，但是它下面那个强爪其实也是没有到很弱啊，你看，其实也没有到很弱，然后我再把那个角度的那个公仔再稍微拖一下，这里拖一下出来。有了，出来了。我以为两盒一点。哎呀，还是先来。可以啊。来吧，这一盒先来。长盒，全包就好。把它顶回去，还是我直接这样啊？逆去正门，直接攻他 A 上。
还是我这样拖一下起来，它是直接放。有时候我们反而不要甩。不知道了。试试看，要不要？我来喽。好。哎，可是它又变宽边呢，那我就吃宽好了。错。哦。错。哦。哦。它在上面停。我 A 赏出了。结束了，我们重点没了。OK 啦，他这一台东西还很多啦。这边呢、啊，这边还很多东西呢。我们重点一出来，就整个好像有点心冷冷的。没目标了。对啊。OK 啦。那这样呢？可以抽吗？我抽抽看。抽。他没什么开爪具耶。那我用推的好了。好，这个高度，我这样甩过去。吸。它应该没有动那么慢了，但是我想要吸它的脚，这样子甩过去吸脚，然后再甩过去，看能不能吃在最边边。哎呀，推了。最边，放。差一点。哇，那现在呢？它可以甩脚吗？打它的头啊。可以试试看。这甩扑应该是可以的。哇，这个甩打有点……看你的。我没关系，我再试一下。可以。但是我在扒他的头，他会不会下去啊？应该不会吧？不行，他中间那个洞太大了。我甩侧边好了。这样 OK， 有助攻到吗？有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不知道。那就这个。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大盒的那个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放。我就把东西再拖过来。有可能，但是这个长河要么就过去了，过吧。对呀，很好。然后我们再拖，因为它东西前面空间太大了，它一直在那边无限枪位，在那边一直玩。后来，我以为我会打到他。对啊。哎呦，那个薄度。就过来这里了。哎呀，没关系，这个长河绝对会比较好打啦，绝对会。那你们要回去远点，还是这样子？可不可以这样抓起来放出？这样子，抽不到。不然我就再晚一点拍，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下放。来了，来吧，玩。好了，没办法，我们最后补了500多块回去，没关系啊，至少我们前面少少出，后面补币就当补币吧。好吧。好了，至少我们有加出 A 赏，而且 A 赏也是少少出，这个也打没有很多，然后这个也还好。最主要是后面补了那550，就整个都回去了。那我们再去寻一下其他的吧。好。这个椅子有点想要。但是有点重。来呀。哇。翻。对啊，叫我翻吗？可是这甩幅加宽。好啊，螃蟹啊。来啊。当做海螺再打就对了。这个把它，哇，真的好重啊！来了，海螺打法，螃蟹，这有延迟。延迟，我拍下去那一刻它没有收掉，它都是晚一点才收，所以比较要早一点拍吧。哎呦！有了。
螃蟹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再旁来了，来了。OK， 好了，没办法，打到这个是真的是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嗯，虽然那边还有一个，但是太大了，它这个高度勉强刚刚好，那个真的太高了。嗯，那我们去寻一下其他的吧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小夹一下这个。哦，甩扑不错，甩力不错，它前面又有一个卡式炉呢。哦，这台爪力有给强，没卖，而且还都露营系列的。你看卡斯炉，又有露营灯，然后又有个大喇叭。它没有帐篷。还没看到。但是在打之前，最好是先把上面的东西都拿下来。这个超级按摩棒，来，想办法把这个夹，先把它夹躺或怎么样都好。躺一下，这个必须先给他躺起来，躺掉，不行啊，这个东西不走开，躺了，逆，哎，哦，直上一下，给他滑下去，滑进去，二手过。二手过，哇，够重，露营灯有了，露营灯有了，再缺一个喇叭。来啊，这个糖啊，糖，不是糖那里啊，糖错边了。他喜欢糖那里。不管，过来。在那个喇叭打出来，不知道能不能服，因为拿那颗喇叭看起来就超重，超级大巨炮。来 ，OK， 来了，躺了，而且等一下我家那个可能会直接躺掉补位。瑞克，有了，这颗大喇叭夹下来了。只是到底能不能扶我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一颗看起来有点重。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。来，放掉下来了。哇，它有那个嘞，面包机、喇叭、无线电动什么啊哥，旋转拖把呢，电动的拖把呢，无线呢。哦，来排队排起来，来包下去就对了。太重了，不要抽了，直接抽中间的。对对对，抽中间的就好。OK， 来，再抽，把它抽到起来为止。来，我靠，那个喇叭把它压住了。不管，抽到底，起来。哦，不管，抽到底，起来。哦。接下来就是这颗大喇叭了，能不能扶？放大了。哎呀！哦，怎么不是立起来？哇，它超重的、啊。那这个是不是要先用掉啊？它捏会动吗？好像不会哦。捏。哇，这又是什么、啊？小朋友的行李箱，哎，来过啊，全包一下，弹一下，这样捏薄看看，捏薄，捏薄不行啊，它只能应该是捏在轮胎那里，但是我先动一下这个卡式炉，大家知道吗？卡式炉先让它稍微带出来一点点，不然让它倒一下也好。对啊，倒下我抓它，
整个全包起来，把它补味也可以。来，好，好，那我就稍微抓一下这个，可不可以抓它的莲娜？莲娜，我全包好了，因为卡式炉感觉有重量，应该站不回去了。来，哈哈，这高度，这怎么搞？45度角。OK。OK。完美。但是这个卡式炉怎么感觉超大一盒啊？哎，插到哎。卡爪。哎。哎，不动啊。太重了啦。啊，不是要带出来？我以为卡爪呢，我以为卡爪带出来。来，卡这个角度也行。来，来，出来。哇，这个卡式炉有点，哎呦，哦，那怎么抓起来？那有机会哦，那这样子就好。卡，卡，哦，有机会，这个有，很意外，我以为这卡式炉它的爪具都抓不到。哦，可是这个角度就不一定了哦，但是拼拼看，抓。哦呦呦呦呦！后面没一个东西，可惜。啊！但没关系，我喇叭全包一下，包，垫个位置，倒转，射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剧本是这么写的。没办法，倒不了哎。哎，香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直接吃螃蟹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起嘞，哇嘞，没有，我能不能再抓个东西出来挡一下？哦，哦，勾到胶带，勾到它的破了。那接下来呢？那这个能不能跟着出来？感觉有机会呢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，有了，哎，不然直接这个不要抓，直接抓那一个喇叭，这样子。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 OK， 我没有要打你出货，所以你出来帮忙就好了。啊！啊！哇，这下尴尬了。你的嘞？逆的应该很难啊，尴尬。哎，包包，嘣嘣，这也太重了吧！算了，我直接拼卡式炉好了。重，倒，嗯。往前倒，哎呀，它往前倒下就好了嘞。倒，倒，哎，是直上下去，抽一下就出了。是吗？哎呀，抽抽看。过，过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这一次总共就加这样子吧。那我们这一台呢，最后有点隐恨，一开始。关了少少出，然后一般赏少少出，然后这个也在上面也少少出，就最后我们竟然补币补了500多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拼那个长盒啦，它那个长盒的重量可能刚好比较尴尬，我极致宝都捏到很多下了，但是极致宝不会动，啊捏多呢，当然就是会丢嘛，嗯，所以比较尴尬，这边滑来滑去，所以最后面补了500多，但是就是补掉那个少少出的部分，所以是还好，嗯，那我们最后呢还有夹这边都是一些电器啊，露营灯、卡式炉、按摩的按摩器。那我们这次就夹这样子吧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抽奖就抽一个按摩的，好啊。哎呀，因为我们一直抽公仔，大家可能有些人并不是那么喜欢收藏公仔的，我们就抽一点很实用的东西送给大家。嗯，那就抽这个吧。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哦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什么按摩的技巧？你看这样子按有没有？
手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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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就是按摩的手法，按来按来，不会，讲废话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就送这个按摩，你可以按摩肩颈、按摩腿、按摩哪里都可以。回去呢，帮家人按、帮自己按，或者是帮朋友按，只要有运动啊，或者是酸痛的时候，就可以拿出来按一下。好，这个按摩器的抽奖方法一样，再骗我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